我有20%，我支持天花。江道成，你就干那20%，啊！你照好胆走来这甲阮呛赌，你是感觉你活了太久太久的，活了足神的啊，规身骨无爽快，所以专工走来这，啊，阮甲你电电甲金死死。等下等下，你唔当袂记啊！最近的市场有一个人。至少买了20%的股份，啊，这个新的股东，马上就把他的委托书吼送来给我。我跟他约的时间要到啊。啊，恁哦，还有几分钟呢？董事长，啊，个总经理也当做啦。恁刚好会当趁这个机会吼，收一篇落台感言。我会办一个欢送会吼，来送恁落台啦。哈哈哈！我的股权委托书送来啊！啊！歹势，我伫倒啊！查甫人出门总是爱开较侪时间准备。好佳哉，董事会还没结束，我还会回。关心你，你哪有钱通好收虎山集团20%的股份？我就家伫迄路的捡到钱，唔知影要安怎开，我就起来买股份啊。安怎？敢袂用？还有5%漏到去啊！我可能气坏啦。反正吼，你20%一定下落去，无赞成的就占55%。我这小小的5%，有写可无写，也敢不差。我叫你写，你就写。啊，那无，我就把你的帽仔掀起来，给大家看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拜托。你还是在创啥？那五马是我叫你，你竟然提来反头搞我一嘴啊！你不，江总裁，就算我支持你，你嘛同我是输啊！要怪吼，都要怪你计划无周全，你怪我无较全啦。哎，江道成，要规波江开洋，那5%是你借的。虽然讲哦，这对结果无什么影响啦，啊，不过你这个动作哦，杀伤力真低啊，侮辱性就真强啊呢。这只是归我大兵的大家教你。吼！原来不是大家教，是臭头教。阿金兵，这股份你是安怎摕到的？因为这股份无可能是在你的手头的。阿那无，应该是在手头。就一直是为做的，我即马就抓你来见招供，告你诈欺。江道成，你想要创啥？你已经输到够唔甘愿，你含含信贷，我袂找你算账。我心面袂歹哦，继续拍免客气啦。啊，拍伊哦，手还过甜，做啥去啦？伊面皮这么厚，怕伊，伊嘛袂感觉疼。你这小杂物，你给我交代好清楚，你这股份是安怎来？你想要怎样？那安尼哦，咱后界去约会的时阵，只要你表现了让我有满意，我就给你讲答案。亲爱的，等你哦。别在跟我连笑话啊！你这一定是伪造的。你会当去调查，若是伪造的，你才会辩驳嘛。
啊，不过今仔日是无可能。啊，你再看卖我做的这个米线煎，看口味安怎，跟你的手艺敢有通比？你叫我来这，是不是应该给他解释一下武山董事会到底什么意思啊？你是在我后边给他比什么坑啊？我唔是叫你收买武山集团股票，是安怎遐股票拢变成万金明明海股票啊？你明明知影，伊话我恨我，伊当然站位武行一边。你敢不知道？我伫当时互偷税，偷税到规百多岁呢。我看你唔是哦，受到万金明的威胁，你根本就是人海啊！做回来再给我。你回答我，你是安怎要反背你老爸？小壮，你讲啊！因为我想要救你，想要救我，你偷看你底啊？万是咩小查某一直想要夺我的命，你根本就联合去哦，来对付我，佮想要救我，我唔对，我想要救你，我无希望我的爸爸变作一个心怀丑陋、杀人佮咱杀地公的恶魔。今麦你甲我讲啥？古田虽然也毋是啥物好人，啊，不过伊个命嘛是命，你哪会当该害死达成你的目的？搁再讲伊个腹肚内底有一个囡仔呢？我让你解释过啦，我事先就唔知影。迄毋是理由，是因为你个手段太过粗残，我袂当由在你继续为非三族，但呢你会愈行愈偏，最后无法度回头。我本来就无回头了嘛！你我用尽方法，终于把你救回来的时阵，在你奇怪第一声叫我爸爸的时阵，我就早就无回头路可行啦！爸，你莫再用亲情来威胁我。爸爸是在跟你讲真心话呢，因为迄爸爸怀疑甘愿呢，你就真实是我的命，你是我上重要的后生。哪会当阁予你活过来一届？所有苦果我来承担，因为爸爸爱你啊，我嘛爱你，就因为我爱你，所以我袂当无甲你揪回头，我袂当无救你。这是我目前活的唯一的目的，啊，若无我真正无法度放心离开。你别讲啥，你有安好好的，你是要离开我去对？爸，即马徛在你面头前的我，犹原是死去的钢工团。若毋是你的一条魂，行在我的心上，继续支持我喘气，我甲正常的人同款活落去，甲你讲话，我同款是一具冷冰冰的尸体。你若是毋信，你去摕饮用水，倒无咸。把你的魂收倒转去，你看卖我会变作安怎？啥？你看我一条魂在你身上，真是卖在讲什么憨狗话啦！你，我拄只所讲的话，拢是真实的。我有看过你对付罗瑞安的状况。之前我无说你啉着一杯一半烧一半冷的水，我的脑就痛到强要烧起来。后来万新兵来找我。各位跟我合作，因为伊的身上嘛有你的一条魂。伊可劝我，卖孤在你继续做歹。后来阁发生蝴蝶命案的代志，所以我才决心要甲伊联手。而且潘新民讲，伊身躯顶的迄条魂是百里三条魂之间上巧的一条魂，伊无可能看你啊，家己走向死路。你别听万金明的，我别乱讲。我咧做拢是为着咱江家，为着你好，我绝对不是自找死路的。云鸾，你是爸爸的后生呢，咱应该同心，千万不敢去受到万金明的小杂牌煽动，跟爸爸作对呢。我从来唔捌想过要伤害你的性命，我甲万金明合作是希望。你莫再去伤害迄挂无辜的人，我想要阻止你。只要你莫再想讲要买迄挂有诶无诶，我就会当安心离开。我甲身体
因为江启阳，让你的魂回去你的身躯，然后你就恢复健康，继续好好活落去啊！你这么是用你的性命来搞危险是？无唔对，你若是唔答应，我就家己想办法，亲手把你条魂为我身躯顶逼走，为了我儿子的死人啊！唔信，你试看卖。银团就是安尼固执啊！我袂用继续甲伊硬拄硬啊！那无伊真正的心肝俩瘫痪，甲我迄条魂必走，先顺伊的意，才咧想办法收拾万新面迄个小查某，卡免伊继续去影响银团。好啦好啦，爸爸知影你的意思啊，爸爸。知影唔对啦，我甲你保证啦，以后我绝对哦，袂阁犯啦。咁确实，爸，你无骗我。你是爸爸上爱后生呢，爸爸骗你是要创啥啦？好啦好啦，莫阁想遐济啦，咱爸仔囝也是会当甲过去同款，对无？左小爸，你愿意答应我？来，对啦，是这样子。当时花的代志，你给他解释好清楚哦。耿忠成，耿忠成，耿忠成。安怎啦？江先生，真歹势，我白讲一件歹消息。你把心上的感情啊，又给我恶化。我就知啊，不管是障碍还是脑瘤，唉，大概拢愈来愈严重啊。不是安尼啊，君姑啊，这抽血报告，你的白血球啊，异常增生啊，该。红血球啊，血小板啊，的数量啊，正常比起来啊，真正降真多啊。我的判断啊，应该啊是叫做白血病啊，就是咱讲的啊血癌啊。医生，我请教你啊，啊一个人身上有三种癌症，是不是随时都亡身？这嘛不一定呢。我只是在跟你讲啦，伊这嘛身上有三种癌症啦，以后的状况会愈来愈歹啊。医生，多谢你，多谢你。喂啦，好，想袂到江道生，佫着第三种癌症，看来还免外久，伊就会叫天收去，我着免继续替你做牛做马啊。我若带起来，你着去办宴会去庆祝啊，对无？哎呀，无啦，江总裁，你听你想啦。我都爱靠你，才会当把吴集集团提倒转来呢。你现在出去，对我先好处啦。江总裁，你有啥需要吼，打电话我，我随传随到。想讲最近身体状况较稳定，小可对江凯阳来施展一个小法术，应该袂要紧。想袂到倒术的效果竟然这么严重，看起来我暂时袂用用任何法术啊。啊无，我真正有可能乌找还袂摕到命，就先休去啊。